去年吃了十一碗，对不对？好，十碗十一碗哈。那第三，我们是宝兴好新朋友，还有我们月轩新朋友，我们的来自日本的朋友哈，中山繁树哈，也是第一年参加。还有我们的超强哈，超强是我们去年有参加，实力很不错哈，实力很半天好。我们的第九位的朋友陈玉珍家哈，好，去年吃了几碗？耶，九碗的食，去年是每一道都吃过一轮，有七加二啊。哇，这 YouTube 频道好，然后你初赛也都有参加过的哈。哎呀，五十六分的哈，我们三点的哈。想要吃十碗也吃，无啊，十二碗也吃。十五碗的，无二十碗的，无，安尼无要得冠军，啊？想要出夺冠军的举手一下。来，哦，有一个哈，哦，两个，啊，哎，你其他没信心哦，啊，谦虚啦，谦虚啦，哎呀，我们冠军在这边有一个新晋艺人，就是日本人哦，那今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中山环树哦。哇，这个日本人哦，也不简单哦，你要得第一名嘛？对，对哦。你看上次那个人哦，得第一名哦，是吃二十一碗。哇，你如果吃到二十碗哦，你绝对不是第一名啊。所以哦，不用怕啊，几十碗，有信心不？输了。刚才你说要吃几碗，你要第一名嘛？没有。啊，还没有吃哦。啊，我们这些高手都是已经吃过七碗的哦。那盼望今天每一个人哦。尽量吃哦，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讲过啊，你吃一碗，我们送给那个安德烈苏云南，给他十碗，对吧？所以讲你也做公益，对吧？哦，还有尽量吃，如果吃不下就不要勉强，哦，吃不下就不要勉强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这边参加。如果今年哦，你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年你是在第三名以后的哦，明年还有机会，明年还可以再来哦。没有经理，好不好？好，我们找时间接下来，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参加的朋友啊、哦，我们都会致赠我们的礼物啊、哦，都可以随时说，如果水不够，也都可以举个手啊、哦，我们都会马上做服务啊、哦。我们这个饭都是经过称重哈、哦，所以每碗都是220克的足重哈、哦，大家都很公平哈。哦这外口吼，一直头赤呀呀啦吼，咱内底吼，着咱虽然吼来拍拼。我们每吃到的每一口糯米，都是台湾长糯米，在浊水溪的优质长糯米。香菇也都是选用台湾本产吼，台中的香菇吼，香气最够吼。肉条都是验证认证过的肉条。鱿鱼也都是选用是阿根廷鱿鱼吼 ，Congo Q 吼，好。那我们要准备了哦，要来倒数了哦。哎，筷子呢？筷子哎，用手吗？哈，你那披萨用手夹啊？哦，还有我们的中山樊树先生啊，这一组。哎，明哲这边，哎，明哲这边。谢谢。哎，需要汤匙哦，哈。那个饮料哈，我们不限的哈，各位喝完想要喝也可以，也可以带自己的饮料，这个没有限制哈，没有限制。那各位我们的糯米哈，必然哈，谢谢，不会胀气的，哎，跟蒋庆万独门秘方。哇，来，一二三四五，全部有配哦，全部有配。蒋庆万第二季编辑开始比赛。OK， 好，加油，来。各位哈、哦，照自己的节奏啊、哦，照自己的节奏啊、哦，不要管别人，就只有心中想着一口一口啊、哦，慢慢品尝，慢慢品尝啊、哦。来，我们来欢喜我们这些参赛的好朋友们哈、哦，有诶喜欢的老朋友了哈、哦，啊，有诶喜欢的新朋友哈、哦，哦，我的宇翔哈，好，不用看着我没关系啊、哦，不要打扰你们。你们就只喝完一瓶，你先吃下第一碗。哦，我第一碗，我、哦、这个谁，宝兴。
也吃下了第一碗，月轩啊、哦、也吃下了一碗，朝第二碗迈进啊、哦。我们的比赛时间有30分钟，在30分钟啊、哦，看哪位朋友可以吃下最多的碗数，就是第一名。好、啊，现在时间还不到1分钟。哦，我们的中山樊树哦也吃下了一碗，超强啊、哦，超强也吃下了第一碗，好，建军加油啊、哦，来不急不急，慢慢来啊、哦，我们的冠廷不错哦，哎，排水冠廷已经吃下了第一碗，哎，假青蛙哈，假青蛙得喝假来，喝假的来来假青蛙哈，假青蛙有很多很多的商品哈。哦霸掌，霸掌也是用台湾的销售冠军哈，吃起碗霸掌哈，有30罐哈，也是用销售冠军。不管你 seven 啊哈，全联、家乐福、大润发哈，都有销售吃起碗霸掌，而且都是销售冠军。你关系糯米的专家，哈，你来台湾哈，讲糯米哈，我们绝对是王牌的哈，绝对是招牌哈。好，可以，来，慢慢来哈，那个展开哈。哎呦，慢慢来，哎，不急不急。来，我们的威德啊、哦，也吃下了一碗啊。明、哦、哲，1、2、3、4，这一碗是明哲吃的。哦，对，已经吃一碗哦，对，都成一碗来的啊、哦。哦，燕婷，第六碗的妹，哦，加油，哎，这个是，哎，妹妹你哦，好、哦，好，妹妹去年吃三碗的哦，讲三碗，三碗。他说他尽力啊、哦，他说他尽力，结果现在就是了3碗完了，来计划完了，哇，关注哈，有点终身日本朋友已经等一下啊、哦，超强已经2碗推掉了，煎鸡1碗哈，我剩2碗了，哎，冠廷，冠廷也不赖哦，冠廷已经吃了第3碗了，第三碗了。有需要蘸酱的哈，就挥挥手哈，他们的蘸哈，好，没关系没关系哈，因为牙齿不舒服，啊是哦，那没关系，就今天就以参赛就觉得很高兴，就很欢迎了，好吧，慢慢享用，不会咬嘛，没办法，咬再假牙，我们开开哈，一碗哈，这边也是一碗，嘉伟一碗。威德已经2碗了，第三碗要加油加油！好，好，我们的明哲，明哲已经吃了第3碗，哦，个子小小瘦瘦的，这个哇，第3碗啊，这边已经吃了第4碗了，燕婷吃了第4碗，好，我们的小魏王啊、哦，我们去年的老朋友了，那也是我们在这次比赛唯一的女性代表啊、哦，我们的女性代表小魏王，超强去年也有来哦，有，不是别的，小魏王，好哦，也不简单，吃下第一碗，啊、哦，你有自己带水喝吗？好 ，OK， 慢慢来，慢慢来，加油加油，时间还很长，好，还有25分哦。哦，我们的宝鑫，我们的逸婷哈，现在是领先了哈，那暂时领先，现在比赛才到第2局而已啊、哦、哈，第2局，那我们的逸婷哈暂时领先，你1、2、3、4、5，已经有5碗的实力，现在已经是第6碗，哇，这个会破我们蒋青蛙的那个成绩哦，那蒋青蛙哈。三场第一名前哈，开始在这个万华小吃摊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假青蛙呢？啊、哦，就是董事长那时候在这个小摊位，他就有一个行销概念，
他去当时的各大报哈，也就是我们吴大哥的那时候帮忙协助的哈，在当时的四大报就去推出了一场叫做“假青蛙分级”好的活动分级哦，哦，你要来假青蛙，或者青蛙拢分级，啊，你要假六蛙就收六蛙的钱。好、哦，啊，假青蛙一起进入创造一千多个朋友哈、哦，我来假青蛙拢分级。阿龙比我的墙壁把都有签名 做留念呐、啊，然后时隔三十多年，啊、我们蒋庆旺的门市、哦、再度 开始在这个服务朋友、哦、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这个蒋庆旺的这个大胃王的比赛、哦、其实主要、哦、也是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认识蒋庆旺啦，哈、哦，这老蒋庆旺已经是老招牌，但是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是借这个活动来让年轻朋友认识。我们现在时间还有23分钟，好，慢慢慢慢哈、哦，我们那个保持我们的实力啊、哦，保持我们的实力。第一个让他起来，好，三下五下一下哈、哦。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朋友的成绩。哎，我们的宇翔啊、哦，现在也不错哦，已经朝向第三碗迈进，第三碗快推完了哈、哦。我们的玉婷啊、哦，目前来我们数一下，1、2、3、4、5、6，我们的玉婷已经吃到了第7碗，朝第三碗迈进了哦。玉婷啊、哦，啊，我们的宝鑫啊、哦，宝鑫啊、哦、也不在呢，耶耶。月轩吃了第三碗，来慢慢来，我们这个是大家尽力就好。还不辛苦啊？对，可是我们就尽力就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对，就好玩，大家交朋友哈，好玩，那呢共享参与活动哈。我们的中山本树哈，哎，吃了已经第3碗，超强，超强也5碗的，哦，一点假的话哈，那你超强，超强。来，建基也已经吃了第3碗，博森也吃了4碗了。哎，我们的罐头也不错哦。好，1、2、3、4、5，第6碗哦，迈向第6碗哦。哈、哦。来，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哦，第二组的朋友，陈玉就多喝水啊、哦，他多吃香菇料啊、哦，对。来，咱这里开开啊、哦，也不错了哈、哦，也1、2、3啊、哦，然后我们不急不急啊、哦，6、7、8、9、10，哦，停止，哦，你破我的眼睛哦，已经吃了第10碗，哎，你的降比赛开始喽，倒数喽，哦，第7局哦哈。パンってめっちゃニェンニェンしててかなりこう腹に溜まるんでなかなか食べ終わらないです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んですけど。結構しんどい。最重要最重要，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这个捐赠哈，非常的有意义。カレーですね。各位想到说，啊，剩下十分钟。あとカレーもすごい。各位可以贡献40倍的油饭。给需要帮助的朋友，好、哦，这一点我们也会觉得我们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最后第7局比赛开始了，我们的宇翔吃了4、2、3、4、5、6、7、8、9、10，11，哦，我们的玉婷哈暂时领先。好，12碗，好、哦，玉婷这边已经12碗乘以40等于多少？哎，我帮我数一下，12乘以40就是480碗哦。他已经我们会有480包的油饭，因为玉婷的努力啊、哦，来我们会分享到我们的弱势家庭哈、哦、家庭手中哈、哦，真的感谢了哈、哦。好，好，那陈玉我们就对。今天就那个、哦、休息哎、哦欸、你刚刚是拿去了、哦、拿过去了、哦、OK 那凯凯也不赖哦，1、2、3、4、5代表有机会把它讲清楚 哦，时间还有4分钟，我、哦、算倒数计时了、哦、已经第8局了、哦、第8局的上半段开始了、哦、
我们的嘉伟，嘉伟有三环，那刘维德，一定胜的，达成目标了哈，达成目标，真的，接两三四五六七八，好，八碗乘以四十，你贡献320碗可以赞助，3, 4, 5, 6, 7, 8, 9, 10, 11, 12，零蛇，哇，零几公斤啊？六十而已，对不对？我给你涨几公斤，那脚不厉害，哎，这也不简单，有这个实力的哈。今天就加油把它七碗来挑战啊！好，加油哈！来，我们最后了哈，最后关键第九局到了哈，关键的第九局，剩下2分30秒。剩下2分30秒，我想大家都也尽力了，也展现各位的实力啊，展现各位的这个门市的一个服务哈。大家想要吃油饭就来加七万，好，最后是30秒，大家都全力尽全力哈，这点我就觉得很感动了哈。就蒋庆万，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1, 2, 3, 4, 5, 6, 7, 8, 9, 10好，1, 2, 3, 4, 5, 6, 7达成目标。那我们现在请董事长完了。把碗端正，把你的贡献400碗那个10碗哈，把它端过来。你帮安德烈服务银行。好，我们的这次第二届的大胃王比赛哈，燕婷哈吃了10碗是我的第3名，大家给你肯定。贡献了400碗的赞助油饭，要给安德烈食物银行。我们第3名有奖牌，还有3千礼券，还有我们的能量卡，我们参赛都有。恭喜哦！哎，对，就差个几口啦，12碗，要挑战的12碗，我们副总帮忙来。对啊，等帮我吧。对啊，是，对。我们副总哈，颁发第2名燕婷哈，疫情哈，12碗哈，他去年是第3名嘛哈，对，去年是，今年是第2名。这是金元宝一个。金元宝啊。纯金的哦，哎，纯金的金元宝哦，恭喜，好，接下来我们今年的冠军啊，明哲，来恭喜你啊，你是在下半局要中半局哈就开始了呢，不简单。哦，吃了13碗啊！来，大磊，来，助理还有那个来帮忙，帮忙来一下啊！来，助长呢？来，助长来，一起，来大磊一下帮忙。好，这是我们那个今年的第二届的大胃王的比赛的冠军，刘明哲，获得了成功吃了13碗。乘以40等于520碗的贡献，哇，非常棒哦！好，这是真的很感谢你的参与赞助，来我们的第一名的奖牌，还有我们的纯金粽子哈，现在金价上涨哦，价值上看20000元的纯金的粽子，我们还有我们的能量卡啊。睡啦，耶！
奖。那当然来我们在座的朋友，那个处长，来我们是不是你来分发给我们每一位得奖的一个能量币参赛奖？对，顺着就一位，各位作者有参加对，我们就拿过去就一包跟一保证卡哈，里面还有礼券哈，十张，一张100元，总共有十张，你们都可以在我们营业上门市打90%。那我们后面有 QR code 会介绍我们能量卡的作用，它对你们非常有帮忙。如果你们好用要买，要找我一张要1000块，那我们今天就直接送给你们，送给各位哈。它对我们的消磁啊，还有对身体能量哈、健康都有一些帮助。哦，这个金币哈、价值每金100块，这个金币啊，各位的参赛奖。你们可以留着做纪念、如果要卖我，也可以卖50块啦。如果转卖的话啦，对，能量卡就放在手机后面，它可以消磁哦。消它的电能量，它电波，电波它可以把电波就电磁波下降，马上降到几乎是零啦。它有这个效果。然后这个能量卡有，然后这个电磁。我们的公益啊、这些是你们各位所贡献出来，你们的价值贡献出来。好，我们总共会贡献4240碗的油饭，吃了13碗。来，一名，那兄弟党，一个兄弟党得了第2名，兄弟跟弟弟第3名。非常的棒哦，我觉得社会哦，公益哦，大家都可以尽力的来做，处处有善心呐、哈。贾青蛙，好，我们的汪小姐不知道是哪一位，汪柔。Thank you， 拜拜。好好好好。Thank you。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微信嘞，对不对？